现在是早上5点钟，这家店这家还是一样，感觉好像是我们包场一样。昨天就没有发现这边有一个冰箱，没办法，我们就拿东西来冰。我反正也没关系啊，带多东西来的话，也是要承受比较多的重量。现在我们在等车子来，好，哎呀，等一下啊。